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我们在进入《论语讲要》的学习前我们透过我们很有心的同道他们办的雪庐老人圆寂30周年纪念还拍了这个雪庐风仪的纪录片这个是相当用心。我们也透过这个影片更了解李炳南老师我们越了解他。我们跟着他老人家的《论语讲要》学习就越有信心。所谓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我们的受用都从真实心中、恭敬心中求得。世间呢，善知识难逢，好老师难逢，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所以我们很珍惜，李老师的一代实教。那我们学传统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重实质。不重形式，传统文化呢，就是让我们呢放下执着，不要着相，所以重实质很重要，比方说善知识，他一代的实教，他一生的教化。他的言教是很圆满的。那我们珍惜他的教诲不是说我常常梦到他就好像跟他很有缘。应该是什么？问问自己依教奉行了多少？这重实质。其实我们呢，在这个娑婆界我们会来了。所谓爱不重不生娑婆。我们的情执都有的。这个情执不单是说在男女在夫妻上它会起作用。你在伦常关系里面呢，都会有这个情执的作用，比方控制、要求，这个就是情执在起作用了。那我们这个情执不关照到，良师益友在我们身边呢，我们不一定能得到好处了。比方，这个良师益友讲我们几句，我们自我感受很强所以这个时候不欢喜了。那平常也说，哇，很珍惜很感恩常常梦到但是，假如我们这个自我感受不放下的话，良师益友也帮不上我们，因为这个感受先上来了。所以李老师当时候在这个
教学的时候，师长有讲到对想学的有打有骂，对不是真想学的，对他很客气，不跟他结怨。所以我们的用佛门讲叫见思烦恼很强，见就是自己的看法很强。但是良师益友要给我们意见不容易了。你看情执展现在见思烦恼上啊，思惑就是自我感受太强了。举个例子这良师益友提醒我们。那我们情执比较重啊，对方讲话重一点了，我们马上就不舒服了，然后就说，你别生气了，那良师益友这么容易生气，那我们还亲近他干什么？可是我们情感重的时候呢，良师益友，人家是义正辞严了，我们就把他理解成，不高兴了。所以要跟善知识学习我们自己的情执要放淡，不然呢，善知识对我们好一点，像老和尚对我们好一点，争宠了，老和尚稍微没有注意到我们，吃醋不高兴了，那这个都是轮回性，怎么求道呢？这不简单啊！承德举一个20年前的例子20年前承德到澳洲晋中学院学习，刚到就听到一件事谈到前几天呢师父上人。当众指正一个学生的错误，当时我听到这个例子我第一个反应这个学生太有福报了。他假如真受教这个指正呢，受用终身。他印象深刻。但是我听到同仁在传这个话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他们觉得这个人很倒霉。所以你那种 师父上人敢直接这样提醒你，那是对你的护念跟信任那我们旁边看的人，有时候是自我的感受也看不懂。善知识的良苦用心在哪里呢？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我们重实质不重形式，所以觉得跟善知识缘很深，不是常常梦到这种相，而是他所讲的我依教奉行多少，包含他的。行仪也是圆满的不是讲很圆满行仪非常圆满。就像承德觉得很幸运有亲近到师长老人家读无量寿经读华严经这些经文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你读着这个经句过程，就浮现老人家做的事情，甚至于是老人家的一个表情、一个眼神，和颜爱语、劝谕摄经，在任何场合都把传统文化介绍给他人，哪怕他自己再累，在这个人民大会堂、蒙古厅。那么大的空间，一句一句不辞辛劳，那
讲话很伤气的，抓住每个机会，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哇，每一句大乘经文一读，老人家的身影就起来了，就给我们表演的这么圆满。那我们看呢，不是只有鼓掌啊，好啊，好啊。更重要的是什么？效法他老人家。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学习雪如风仪，我们要效法李老这些行仪，不能只是光听过就没了，重实质啊，是要效法。上一次我们学习到的老人家讲的一段话，雪公说：“说话碰壁，遭遇福逆，心不烦恼，行不退转。”诸位同道我们两个礼拜才相见啊，这两个礼拜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说话碰壁？遭遇福逆，哇！你们都没有反应啊！哇！你们过去生广结善缘呢，这个我要向你们学习啊！这个我看一天没遇到都难啊！为什么说一天没遇到都难呢？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大家都不是从小学的。所以这个也很正常但李老教我们呢，要心不烦恼，行不退转要能包容，要能善解要能当作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来帮助我提升了不止不会烦恼，不会退转，在每一个境缘呢，向上提升自己很重要啊，这才叫五十三参，这才叫立誓练心其实我们人呢，要修学，师长强调首先扩宽心量很重要假如我们在这一段时间看某个人特别不顺眼，那我们的心量不够了我们呢，只要看一个人不顺眼了有可能还要让很多身边的人都认同这个人有问题然后就开始讲这个人有问题，这个人有问题，讲的大家就觉得那个人有问题。请问这个时候愚诸众生示弱自己去哪了？而且说实在的，面对问题的时候你都觉得那个人有问题，那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执着，这是一种惯性这种是非人我谁都知道不要可是我们其实这个惯性很强，很容易它就上来了非争个对错不可，争对错的心呢，就是是非的心了。我们在境界当中呢，要懂得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家不理解我，我不难受，这个就不容易了
啊，我们是付出一点，就希望人家看到，就希望人家肯定。啊，有一句俗话讲：“女为悦己者容”啊。啊，不知道诸位女同胞同不同意这句话？啊，那你最在乎丈夫啊，或者你最在乎某个人这个在乎就情起作用了。啊，他给你一点肯定啊，你就飘到云霄上去了。啊，他给你一点否定呢，你就堕到深渊里面去。那你不是随时都被这些境界？给你搞得七上八下的吗？啊，修行就是修心不被境影响嘞，所以不患人之不己知。付出再多，人家不肯定，心不动，这才在修戒定啊。你说孔子这些话重不重要？哇，这句"不患人之不己知"，你说当父母的人能修成不简单了啊。哎呀，我这个一把屎一把尿付出了多少，把你养到现在。说实在的，我们讲这个话呢，假如是要出轮回的话啊，付出不能留在心中哦。哦，当然，我们现在是谈出轮回，所以要求高一点啊。啊，假如不是的话呢，那是人之常情啊，能体恤，付出总希望啊，孩子能体会到，家人能体会到。但是，假如是真的要出轮回了，那这个是必考题哦。你付出最多的人不理解你，你都不能心动。那大家再想一想，啊，我们今天付出了，啊，然后对方不能体会到，啊，然后我们就，你都不知道我付出多少啊。其实说实在，这么一讲，可能你的付出啊就爆掉了，打折扣了。啊，你一谈付出了，可能对方说我也有付出啊，啊，两个人在那里较量了。假如你付出不去讲，啊，你还是继续付出，啊，哎，对方的不是你都包容，慢慢慢慢的，对方的惭愧心就起来了，啊，当我们忍不住了，complain 了，抱怨了，可能前面那个酝酿让对方生惭愧心的能量啊。就被我们的抱怨给泄了气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呢，但恐诚心未至啊，是吧？真诚的心啊，是清净的，不能有对方的过失啊，也不能有自己的付出啊，放在心上啊。诚一念不生，是为诚。心上还有这些念头，那就有希望别人肯定啊，别人赞叹呢，啊，或者心上有别人的过失，就会借题发挥。遇到事了，哇，终于让我找到机会了，参他一本，自己都要在境界当中看得到自己的心念了。我们都不是从小学的，我们真正要指正别人的错啊，人家能服气吗？大家平心静气去看看走过来的路啊，《论语》指导我们呢，君子信而后见，未信则以为谤己也。人家信任我们，我们才好劝谏他。
我们修的还不能让他佩服。大家想想，我们指正他，他会服吗？接着呢，他可能就冒起来，你也有问题。到最后，家庭团体变什么？各乡者。所以，我们别人的问题，我们能包容，别人的优点，我们能肯定，然后我们自己又不断要求自己，那对方会被我们感动的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没法用要求的，只能做到对方啊自然感动。要愧之啊，小人可使为君子；讥之，君子可使为小人。这个在团体里面呢。我们都要能关照到，比方说很付出的人，可是他可能有点着急或者有点强势，可是有可能他是团体里面付出最多的，那我们没有去体会人家的付出，然后又盯着他的问题到处讲，你说这个对方能服气吗？甚至于你会让一个团体。到时候那付出的人，人家最伤心了。那这个对团体的氛围有什么好处？付出的人，我们感恩他的付出，包容他的不足。其实我们也有不足，中恕之道啊。我们对自己的不足要严以律己啊。我们对。他人的不足要宽以待人啊。再换一个讲法，我们对自己的不足要赶尽杀绝啊。我们对别人的不足要厚道三分。我们自己冷静想想，我们曾经感动过谁啊？在这样的时节应用，我们没有做到这样要感动人，不大可能。所以，我们五伦关系里面那些问题还是摆在那里。我们学的，三年了，五年了，十年了，传统文化管用呢，这五伦关系怎么还摆在那里？我们没有用到忠恕，没有用到真心。而且我们要有一种警觉性哦。人与人的关系状况啊，你越不处理，后面越难处理，跟治病一样，你不沟通啊，就越想越偏。所以这个沟通是人生必修科目啊。讲到沟通啊，要先跟大家。忏悔一下，因为前两个礼拜啊，承德在逢甲大学分享了一个从群书之要学沟通技巧结果透过 YouTube 呢，收讯很不理想让大家听得很费劲在这里也跟大家致歉所以做事啊，凡事预则立啊。我们前面检查的不够，到时候影响的人不少啊。后面我们道光长老指示团队下来事情都办得很妥帖了。不知道大家听得清楚吧？第二场是从群书治要学企业管理。好。
所以这个刚刚跟大家提到学宫这一段话，我们马上拉回来自身呢，就有关照，就有受用了。那凡做好事，必遭魔障。这个真的很有体会啊！比方说我年轻的时候，我说我要好好读书啊，身边一些酒肉朋友就说了：“哎呀，你别假了啦，好，来来来，出去唱 KTV 吧！”你看，我们有没有一些力量会影响我们？那就不能怪他们了，反求诸己啊！可能我过去生也有这么害过他。我们要去帮一个学生。我以前在小学教书，第一个，我自己的脾气还没有完全降服，所以我有自己的业力在。第二个，这个孩子也有他的业力。第三，这个孩子受家庭影响，这都是业力哦。第四，这个孩子受社会影响。哇，你真的要做好事啊，要利益众生啊，你要去突破这些业力。我给大家举一个实例。陈德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个同仁，他父亲呢突然中风病危，他当天坐飞机要赶回去。这个传统文化的团体一定要表一个法，百善孝为先。你工作再多，只要同仁的家庭里出现要赶紧回去尽孝的这个场面，你再辛苦都要支持他，你赶快回去尽孝，其他的不要挂碍，我们都可以扛起来。中华文化就是一个孝文化，这是核心啊。那他当天回去了。我问了一下他父亲的名字，赶紧当天呢帮他父亲回向，因为那个病危啊，那有缘的众生很多的，你现在气弱了，可能过去生的杀业，他要你的命啊。结果我当天给他回向啊，晚上睡不着，整夜睡不着。功力太差了，然后呢，人家那些冤亲债主说：“你算老几啊？还来插手这件事情？”这个我以前在刚学佛25岁左右啊，遇到一件事情。我当时候住在一个拜十方佛的道场，十方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方解厄保身如来，东北方坏魔幔独步如来，念88佛的时候都念得到这个名称啊。那你拜十方佛啊，拜一次要20几分钟啊，结果有一个老太太。他70多岁了，他就在那里拜啊拜啊，我看他都快走不动了，我就不忍心了，我就走过去，我说老太太啊，我看你休息吧啊，接下来的我去帮你拜，因为差不多20支香啊都要插在佛前了，我就把他的香接过来了，
啊，我走啊走啊，怎么越走啊，这个脑子越来越重，我就整个人像中暑一样啊！哎呀，怎么那么不舒服啊？也搞不清楚状况。哦，后来想一想啊，可能是啊，我把那个香拿过来，啊，这个老太太的冤亲债主说，你算老几啊？管什么闲事？我们就是要让他拜的，你插什么手啊？哦，就给我修理了一下。啊，那显然我那时候念佛功夫太差了，不然他也修理不到我了。哦，我假如佛号没有间断，佛光铸造，他不止这个干扰不了我，甚至还对我啊敬个礼，是吧？哦，说不定我那个佛光就让他们受益了。哦，所以真的哦，都有业债哦，这不是不存在的。我经历了这几件事情啊。哦，所以大家真的要帮人啊，啊，我们的资粮得攒好啊，啊，每天要好好念佛啊，好好读经啊，哦，那就跟佛菩萨感应道交啊，你去帮助亲戚朋友的时候，哦，都有佛菩萨龙天护法的护持，那我们了解了，所以凡做好事啊，必遭魔障。既发大愿，不怕困难。愿发了就不要退了。好，困难越大，功德越大。啊，欢迎困难，欢迎困难。好，请问大家这2个礼拜有没有提起困难越大，功德越大？好，欢迎困难，欢迎困难。所以我们要把李老所讲的，包含他所表演的，他老人家在那个时代面对的挑战困难相当大的我们都是受李老啊老和尚他们庇应的，他们福德庇应我们的。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啊，纪录片段啊，从西元1961年起，学宫成立慈光学术讲座，将佛法及国学有系统的介绍给大专青年。后更成立明伦社，年年举办大专佛学讲座，接引知识青年，并提四位三不为明伦社训：为求学问，为求解脱，为转移污俗，为弘护正法，不以佛法受人利用，不借佛法贪名图利，不昧佛法同流合污。学宫年复一年，不疲不厌地引导青年学子步入佛家与儒家的殿堂。多少人因而脱胎换骨，胸中充满了成佛作祖与牺牲西贤的心志。这是早年学宫于台中灵山寺创设灵山佛学院，后植僧才。此乃西元1961年第一届毕业师生合影。学宫与周宣德老师、周邦道老师及大学毕业学生合影。西元1974年，学宫85岁，还开办为期4年之内典研究班，培养佛学人才，并强调人格、
是学佛的基础。白衣学佛，不离世法，必须敦伦尽分，处事不忘菩提，要在行解相应。李炳南，这是雪公于西元1958年受聘为中国医药学院教授，并为创校董事之一。西元1984年，中国医药学院创办人陈立夫先生颁荣誉状给雪公老师。雪公在各道场弘佛弘儒，并应聘至中部各大专院校讲授师理医学，数十年如一日。这是雪公任职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系之试题。这是雪公任职中兴大学中文系之礼记试题。雪公91岁时，还在台中联社开办《论语》讲习班，挑灯讲授《论语》。西元1985年，96岁，第三届《论语》讲习班开学典礼，雪公与学生一同合影。雪公95岁时，还捐款购地，在联社旁兴建6级楼，作为启蒙班、社教科、广播社等文教公益事业之用。生前特别为之动土，楼名取《易经》牵挂六爻皆吉之意，期勉后学晚进要谦卑自牧，恭敬待人。我们看到这一段春风化雨折戟青年，俗话讲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不只是在家族里面讲，整个中华文化的传承呢亦如是啊。师长曾经在讲课当中说到啊，一个老师一生讲学呀，假如没有传人，他这一生的成就等于零。所以师长所强调的一定要栽培后进的人才，这个弘法的事业才能延续，不然前功尽弃了。所以刚刚我们看到影片当中雪公85岁啊，开办为期4年内典研究班，学生几个？8个，老师6个。这8个都非常有成就啊，大家熟悉的啊，果清律师在这个班啊，包含创办弘明学校啊，这个8个学生里有2个女众，一个成立啊弘明，一条龙，一位出家。然后我还知道啊，就8个都很有成就，其中一个还是校长，所以不在多在精啊，8个都贺诞家业，贺诞如来家业，贺诞老祖宗的家业。那我们在各地啊也都要啊重视培养后进
人才。当然培养啊，少成若天性，越早越好。啊，师长有一句话讲，重视胎教出圣人，重视三岁以前呢出贤人，三岁以后啊，那能教到君子不简单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时节因缘呢，我们要敏锐啊。啊，陈德也有见到啊，比方说孩子几个，哎，老大啊，两三岁了才遇到，所以胎教来讲，老大就比较没有顾及到了。哎，到后面的孩子都是从胎教开始，那整个孩子内在的状态啊，就有一定的差异了。所以这都是时节因缘。那这时间因缘再回到我们自身呢，现在身体好啊，绝对要掌握这个时间因缘呢，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呢？自己的时间因缘要掌握好啊，我们孩子的时间因缘要掌握好啊，亲戚朋友都有时间因缘呢。哦，这个我们都要敏锐哦。那在雪宫的指导下，他们每一年呢都会办这种小孩的班，办了70多年了，一直在办，办得很成功，寒暑假平常啊也都有长期熏习，像晋中学会老人家强调之后也有不少团体，他每个礼拜都上课，包含我们加拿大弟子规协会他们是 一个礼拜上一次课程，这孩子都要长期熏修。孩子都是可以教的，时间因缘都还不错啊，等到他染得厉害了，这个时间因缘就差太远。好，所以李老他很有系统的将佛法与国学介绍给大专青年。好，那我们看到这里了，那要效法了。好，明年我们抛砖引玉来办大专传统文化讲座。像道光长老他们也有办了，办了几年了两岸三地青年讲座。当时我们在庐江的时候也有办了，在大专营的时候也来了不少大学生。当然这办班呢要持续。好啊，到时候有这样的讯息再提供给大家。越年轻学越好啊！陈德这一次回到逢甲大学跟文学院院长何院长陈德就跟他提到说可不可以文学院的新同学进来先上7天传统文化课程，他生于时先入为主我那时候我给院长讲，当时候有这个课我18岁就开始学传统文化了，我有这个信心，我不是不接受，没有缘
啊、哦，结果一进去啊，过去生结了恶缘，啊，遇到学长跟我说 University 啊，有你玩4年，啊，你看那个差别太大了。当然，我回到母校也不敢提这件事啊，啊，哎呀，回去就是提好的啊，不能提不好的。好，那好，我们看李老留下来这些智慧。都是我们把这些事做好的宝贵的资粮，啊，包含提的这个四维三步，第一，为求学问，就是说我们成立一个因缘，这出发心都很好，啊，但《诗经》提醒我们了。米不有初，显客有终哦，要保持出发心哦。啊，祖师提醒我们了：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二年，佛在天边；学佛三年，佛化云烟。你不能一开始哇热血沸腾，做着做着，出发心不见了。你看这个四维三步的提醒太重要了，为求学问，求真学问啊，真学问会开智慧的 啊真学问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来消遣消遣的啊。啊，背了不少东西，用要用出来啊！啊，要能改自己的性格，用出来了；要能把家庭里面的隔阂嫌隙，透过自己的真诚化解掉了。啊，容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学问；消得家庭内的嫌隙，便是一大经纶。格言连璧又说：“治国经邦谓之学。”什么叫学问？可以治国经邦啊！一个家庭有问题，你可以帮他啊，护念到他恢复到团结和谐。一个团体出了状况，你可以帮他化解。这个危机就像稻盛和夫，当时日本航空那么大一个企业倒了，破产了，当时候的首相鸠山由纪夫去请他出来，他已经出家了，到寺院请他出山，可不可以再来挽救日本航空啊，诸位同道啊，假如是你，你出不出来啊？我都出家了吗？哎，稻盛和夫这个表演精不精彩？他的影响啊，不是一般的出家人达得到的。你看他这么一出来，影响多少企业的经营理念啊！现在这个局面是，以前是士农工商哎，现在呢，大家去书局看看，成功人士都是谁啊？企业界的人呢？企业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了。所以你看大乘佛法核心是什么？破相，破四相，不执着。利益众生最重要。怎样的方式可以利益更多众生，它不着在相上。还俗了，利益的众生更多，
哎，这都是给我们表演的。他有那个因缘，他可以发挥那个影响力。但愿众生得离苦啊，不为己身求安乐啊。老人家为什么啊？师长老人家为什么90几岁了，都还坐飞机飞来飞去？这个我们要善于观察哦。有时候我们没有观察或者没有去请教，心里想：“老人家，你何苦啊？这都90几了，好好休息吧。”甚至我们不理解之外，还得叫老人家听我的。其实啊，承德曾经听老人家有提到。我们有这样的影响力，我们不去做，对不起呀！啊，我们没有这个影响力，应当别人有这个影响力，我们不去做，那很可能很多众生就没有得利真的是。不为己身求安乐啊！哦，但愿众生得离苦啊！哦，包含可能都是10年前的事了。哦，当时候我刚好请教那时候老人家的秘书悟凡法师请教他师长老人家最让他感动的是什么？他说有一次他就让师长劝师长：“哎呀，老人家你多休息啊！哎呀，不用每天讲经啊。”老人家说：“我活一天就要讲一天，这个就是我在这个世间的意义。那我不讲经了，我留在这个世间做什么？”是随时啊，不疲不厌的为佛法、为众生，没有为自己想。所以这个稻盛和夫，他掌握了他的影响力，把正法。介绍到企业界去了，企业界哪有那么好介绍的啊？我们去企业界介绍，人家都觉得，你讲的不错，那都是理论啊。哎，这个承德法师讲话不接地气哎，人家那稻盛和夫，2个全球500大都是他。亲自把它经营起来的，白手起家经营起来的。所以诸位同道我们有多少影响力，就要发多少光。亲戚朋友对我们有多少信任，我们就要珍惜这些缘。我们学传统文化有一关，就是毫无保留的帮助他人，一定必考题我给你们泄题了，这些考题你没有过关，自己就会觉得闷闷的，好像没什么进步，那一关一关过了，你才会觉得有烦恼比较轻的感觉。那第二，为求解脱，为求解脱入的传统文化的因缘团体啊，可不是为了搞轮回业啊，
所以不能计较人我，不能沾顾得失，不能基于义气，不能迁于感情，这个都是轮回心了。所以师长写了墨宝，是非人我一善挥去啊。师长有时候夏天会拿个扇子啊，大家看过吧？是非人我一善挥去，慈悲喜舍六字念来。慈悲喜舍是我们真心本有的啊，弘明正章自性啊，念着这个万德弘明，念着念着，本有的慈悲喜舍就流出来了。所以慈悲喜舍六字念来。师长老人家写墨宝啊，不是说他没事做啊。老人家留下来的墨宝是真正是宝啊，句句都指导我们的修学。所以我们是为求解脱啊，为转移污俗。所以我们不抱怨现在社会的情况，那就是我见义勇为的责任。把抱怨的时间都省起来，好好念念万德弘明回向多好。好好自己提升做榜样，对这个社会都是最重要的表法贡献。为弘护正法。法重要啊，没有法我们智慧开不了啊，智慧开不了就是任性，就是愚痴，就是造业了。所以我们办传统文化是要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呢，让他们能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法者，万事生灵之眼目啊！《了凡四训》这一段话开解的精辟哦。无有正法，何以参赞天地？你看，我们不读经啊。随着这个功利享乐啊，就堕落了，哪知道我们可以是天地人三才啊，可以财成万物啊，利人利物啊，可以脱尘离俗，可以出轮回啊，可以经世出世。甚深微妙法，这是法宝啊，真的能让我们开发无量的智慧德能，可以解脱啊，可以当身成就啊。那不以佛法受人利用，这个都很重要，不然这会有流弊哦。不借佛法贪名图利，绝对不能搞个人名闻利啊，那就太冤枉了，本来可以积功累德搞成轮回业了。不昧佛法同流合污，这都是提醒我们不忘初心，而且警觉性要高。我们差不多是八九年前，我们出来讲课都是免费的。慢慢慢慢过了几年，哇，开始讲课得送礼哦。讲课可能还得包个红包哦。那个没几年，那风气都在变哦。
哦，那当然，我们不是说传统文化一定都是免费，不是这个意思，是不用传统文化来谋名利，因为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大一样，这个老师他要全身心教学，他也要生活，我们护持他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他收费很合理，合情合理，这当然是可以的。你出来讲学，你自己本身收入也不错，那讲学还一场要收很多钱。哦，我有时候看这些讲传统文化的，有时候一场吓死人哦。我都不知道讲传统文化，现在那一场课，我有一次到广东啊，才讲了两堂课，提了一袋钱给我啊，我都吓坏了。那个广东太有钱了，广东经济发展太好了。当然，因为那是政府邀请的，在那个几千人的广场上讲课了。那一拎过来，说有没有心动呢？动了一下啊，不过赶快保持警觉性啊，这还是在当地运输送人家就好了。这自己场面见得不多啊，看到那一大叠，还是有点吓了一跳啊。所以常常要以李老不戒佛法，贪名图利不昧佛法，同流合污。所以我们弟子规协会今年是15年嘛，都是免费的这个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那我们看雪宫年复一年的不疲不厌引导青年步入佛家与儒家的殿堂，多少人因而脱胎换骨胸中充满了成佛做主、惜圣惜贤的心志。一个青年学子受用了，等于是一个家就改变命运了。所以从事教育工作很有意义今天我们汉学院呢，我们每个月有社会教育的交流我们毕业生、在校生呢，大家一起交流我们有一位同学他回国内也考上一所中学他去教书看到这些中学生情况挺严重的那这个其中有学生特别行为偏颇的但是他很有耐心的教他觉得学生就像他的一面镜子他自己稍微有一点控制要求的念头这个初中生呢就马上用不是很好的态度回他他是用一种信任，用一种关爱，一种成就的心，还是马上就回应他学习认真。他说这学生像我的镜子一样，马上就给我 feedback 了，就回应给我了。那这个看到
这一些所谓问题孩子在他的付出当中都有很大的转变。其实孩子都是好孩子啊，遇缘不同啊。有好的缘，他的善根就会显发出来了。老师不把他导正了，他以后的人生不堪设想，而且他可能会伤了不少人。假如老师的爱心让浪子回头啊，哇，我想一个学生都功德无量了。所以李老这个风范呢，让无数的学子脱胎换骨，甚至成佛做主啊。甚至于也培植啊佛门的身材。所以这个不只是传统文化这一块包含佛门。李炳南老师也是都是尽心尽力我们也以这个内典班训我们来互相勉励一下这有八条也请我们同学可以发上去这八条内典班训研经贵在得子研究每一部经这一部经要教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诲它的中要在哪核心在哪里我们要把它掌握住就像《金刚经》要教我们什么？应无所住啊，心上不能有执着点了，不能着相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中要我们要掌握住啊。好，我们学《无量寿经》，中要是什么？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经重要是什么？信愿持名都要掌握住言语先记次序，言语也要锻炼孔子教学的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言语排在第二位所以言语也要自我锻炼了比方说不要太快，当然也不能太慢。凡道至，重且疏，勿急急，勿模糊。包含讲话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以前讲课讲两三句就有一个这个太多了，人家听起来会有点卡所以有一段时间就一直提醒自己注意不要现在还有了少了一些了都要自己去下功夫包含有时候也所以也太多了这个都在锻炼自己言语的部分，先记次序不要讲的很杂乱，让人家听不懂。包含这个次序里面呢，也有讲话的一个原理原则我们要去提醒别人的不足，要先美其长。你先就好像说。在这一个活动当中他有要提醒的部分可是他那么辛苦然后你遇到他我跟你讲你哪里不对不对
这个人家一听，哦，心里还是有点难受啊。李小柔觉得，哎呀，辛苦你了，这次多亏有你呀。哦，这个你一定啊，好几天都没怎么睡好了，这2天可得好好睡一下。哇，你看一讲啊，人家很温暖了，是吧？哦，然后你进一步说，哎，那个哪一个情况哦，哎，可能下一次再注意一下，他一定很难接受的。啊，知所先后也是言语的重点，调剂人情，发明事理。啊，办事要求精细，办事也要稳妥，啊，不能粗心大意的。不能都是不做计划的，不对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都要办事能力呀，都要训练的。甚至于都要多学习别人的优点。我们应该呀。准备一个步子，专门练什么？见人善，即思齐。身边亲戚朋友哪些优点，写下来，常常看，常常就能提起效法别人的心。其实我们现在呀，听经得多听几遍，然后别人的优点也得多看几遍了，我们才提得起效法的心。我自己是这么感觉的，我的根性可能是太差了，这个得要多提醒啊，才记得住。像这个黄念祖老师，他老人家有一次啊，接受美国同修的请教。那个假如有链接发上去，哇，那个开示非常精彩。真的，黄老就指导这一位女士从美国飞过来了，指导她怎么在你当下的工作、家庭成就你的佛道，讲得非常精辟，就是你转个念而已。而且在讲的过程呢，看着这个黄老啊，拿着佛珠啊。边讲边念呢，他的佛号没有间断了。就让陈德想到他一句教诲：若要佛不离口，先须猪不离手。不知道这12个字大家听过没有？我保证你们听过了，因为我应该也讲过吧。但是呢，还是我不对啊，因为我还没讲21次啊。哎，这个讲一两次就记不得，太正常了。那我们想一想啊，黄念祖老居士说：“若要佛不离口，先须猪不离手。”然后听完了，我们有没有什么动作？哎，没有动作，那就是还不够重视这一句话了。哎，可是黄念老，哇，做给我们看呢，他修行那么高了，他念佛不敢掉以轻心啊。尤其有一次，他开解一个净宗星耀，就是刚刚讲的严经贵在得旨啊。他老人家慈悲，把《阿弥陀经》信愿持名，信有六信，依照《阿弥陀经》要解展开来了，给我们开解。无量寿经中要，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都给我们讲解。而在这一个专题前呢，有一段话真的特别感动。黄老是禅宗密宗啊都印证传承的人哦，这么高的修行啊，他对着大众讲，哎呀，我是一个生死凡夫啊，就不能不重视修行啊，所以啊现在已经念得比较少了，每天佛号三万，我还得念咒哦，还得啊写注解，还要写无量寿经注解哦，还得修法，那回向给一些苦难众生呢，他密宗要修法。哇，当时我听了很震撼呢，你看他善知识为了谁这么修啊，为了我啊，他为了提醒我啊，我再不重视他这一些，就把他的慈悲给糟蹋掉了。这些话都不好听到，这样的善知识都不好遇到，真的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我这一次回到母校遇到啊一些同学，他们一讲，我说那个是邪的，他们都分辨不出来啊。怎么分辨善知识？我们在一些交流的时候提过几遍了，社会大众不一定能分辨的。比方一定有师承，不是说他突然他就入了什么境界，那都是邪的。可是现在的人就喜欢标新立异的，包含不以神通度众生，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判断啊，善知识都是谦卑的，他不是都一直标榜自己的。真正有道德学问的人不炫己长，所以学了三根就能分辨怎样才是做人做事有修养。也发给大家做参考，自己要有这个判断力，要赶紧告诉亲戚朋友，不然呢有时候一下先入为主了，被误导了，要再拉回来挺费劲的。好，所以若要佛不离口，先须猪不离手。所以我现在开始练啊，现在是17663啊。哎，你真有心哦，这个闪念是很多的。我们不拿个啊，我自己的根性啊，不拿个东西提醒自己啊，那时间就划过去了。不止划过去了，你不念佛就打妄想。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黄老又有一个提醒很重要，你每一天不念一万呢，那不叫念呢。我们要去体会一下，你每天不念一万在念什么啊？那不是都念这些世间的事吗？世间的事不都是轮回心吗？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当然假如你念是这么念的，阿弥陀佛，
这个时候要求你10000哦，那我看你工作都不用做了啊。哦，其实就是说，你只要不用思考似的，赶快要把万德洪名提起来。好，我们一起共勉啊。时节因缘要掌握住啊，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现在身体好好的不念，到时候身体有个什么不舒服了，业力发动起来了，想精进都精进不了。现在能精进啊，真心一念灭80亿劫生死重罪啊。连念着念着，那业都消掉了，临终没障碍啊，晚年没障碍啊，不死一秒钟空过啊，不死一句话空说啊，很重要啊。哦，那办事要求精细，办事是功德。因为用真心去做，说话是功德，称赞如来，随喜功德，广修供养，讲话都可以达到啊。好，文字练习畅达。啊，我们现在发短信，这个都是文字啊，也要锻炼。啊，那文字可以感动人心，啊，那更重要的当然是诚心去写了，啊，知过必须力改，啊，因果自应身性，深信因果的人，绝对不会去怨任何人。深信因果的人也不会有未来烦恼，因为预知将来结果，只问现在功夫。深信因果的人也不会懊恼过去，不止不会懊恼，他还会很感恩啊！这个债还了，无债一身轻，怎么还会抱怨懊恼过去的事呢？啊，所以这一帖药很好啊，吃了保证烦恼轻，智慧长，就是因果自应身性，啊，洞明人情事理呀，啊，这人情事理呀，要敏锐了，啊，就像跟大家提到的。啊，我们在每一个因缘，我们都要知道，这一个因缘谁是主，我们要配合他来发挥这个缘分，啊，能够教化的这个因缘。啊，就像《无量寿经》是阿难配合佛陀啊。开出来的宝典呢？好，所以诸位同学，你跟爸爸妈妈出去的时候，知不知道怎么配合？跟领导出去的时候，知不知道怎么配合？啊，跟老师出去的时候，知不知道怎么配合？啊，不会配合啊，这个越帮越忙，帮倒忙。啊，比方说承德啊，我身边刚好有同仁，他们要配合我啊。比方说，我跟这个人很好的沟通啊，我这是轻声细语的啊。结果我去上个厕所啊，旁边的就跑来噼里啪啦讲话，很凶，很急啊。然后看我走出厕所了，他就不讲话了。他跟我的频率啊差别比较大，所以我回来还得再
把频率调一调。啊、哦，我们要一起配合好，不然，哎，哦，你包含啊、哦，我们啊、在老师身边哈、哦，或者是在领导身边，哎，你是要照顾他们的、啊，因为人有时候做起事来啊，很专注啊，顾不上其他的事的、啊，可是你在旁边。没有帮到忙啊，还得他们操你的心。哦，那这个就是不能体恤因缘，不能体恤领导了。啊，一个人成熟表现在哪？很体恤父母，体恤老师，体恤领导，这才是成熟。嗯。啊，最后呢，学问切实履行，啊，说得千里啊，不如行得一步。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经，我们落实了哪一句？啊，下他个三个月的功夫，不要多，一句就好了。好，所以学问切实。旅行了，好，好的，还有李斌老的墨宝，白衣学佛不离世法，啊，这两句啊，我们谈的比较多了啊，必须敦伦敬分，啊，我感觉我们现在修行人呢。这种勇猛心不够，修行要发勇猛心，立决定志。面对五轮的这些因缘呢，不要退缩，不要逃避。要去敦伦敬分呢。你说，哎呀，实在是很苦啊，很难呢。咬紧牙关，此生正无量寿，值得了。哦，哎，有个太太找我，啊，说到她先生的情况，哦，我说我已经包容他一次，包容他两次了，我说你包容还不够。包容够的心上都没有啊，这个不是我自己讲的啊、哦、我有一次听老和尚在回答一个人的问题啊，他说老和尚啊，我布施很多啦，老和尚说你还不够呢。你的布施心上还有、啊、那还差得远了。那菩萨他布施心里痕迹都不露，其实我们只要做留在心上了，难免会有求别人回报，别人肯定，只要付出还留在心上，就会有求不得的痛苦啊，所以我提醒他，你先生西方极乐世界派来的，练你什么？练你付出，练到心里都没有。所以只要你保持善财童子五十三餐，你就知道先生现在在成就我什么。他的出现再让我发现我内心啊还有哪一些习气没有去掉？嗯，
哦，这个太太很可贵啊。他说：“你讲话我听。”我说：“咬紧牙关，此生这无量寿。”他说：“好。”他是真想出离呀。他也尊重出家人。我们讲的，他马上就纳寿了。我们要出离呀，要出轮回，总有个像当生成就的样子啊。什么是当生成就的样子？善财童子。在每一个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不止不起烦恼、不抱怨，在每一个境缘，放下自己的分别执着，提升自己的境界，这个才是一个当生要成就到极乐世界的样子啊！成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呢。我们现在得像要做佛的样子啊，得像善财童子。善财童子指的不是别人啊，是真的有志气，这一生就要成就了，不再搞轮回的，就叫善财童子。好，那我们看，李炳南老师啊，多才多艺啊，这都成为啊他跟众生广结善缘的资粮。我现在假如25岁哦，我一定去学中医的。哇，你一学中医，你又尽心帮他治病，他铁定信任我。哎呀，一信任我，我就受持广度生死流啊，我一定要把这个当生成就的法门介绍给他。末法时期啊，离这个法门出不去啦。所以我们不是去了再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现在就要啦，现在就要尽力护念亲戚朋友，能认识当生成就的法门。好，你看李老到96岁啊，还开第三届《论语》讲习班，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呢，我们一定要效法。包含老人家95岁还这个捐款购地，建了这个6级楼。每一栋楼啊都有标法，牵挂6爻阶级。了凡四训最后谦德之效，谦才是有福报的人，才能随时接受别人的劝，福在受见，谦虚才能够保持自己的道心道业。一傲慢，那就法水，我慢高山呢，法水就不入了。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